个在周年庆以后的第一次通识的一个讲座，也是我们第一季或者第一轮的通识讲座的最后一期，是第四十期。那我们这第四十期呢，选择的一个主题是苏格拉底，向伟大的苏格拉底致敬。那我们都知道苏格拉底是知无知的精神的源头之一，我们其实有两个源头哈，另外一个源头是耶稣，这个源头是苏格拉底。那我们知无知的名称大家都很清楚，是知道自己一无所知，也是苏格拉底著名的无知之至。他在最后的审判当中，对他的这个理念做了比较充分的一个阐释。那我们今天也是想试图是致敬，也是一个不能说是告别，也是想再通过他再看我们还有什么新的一些方向，或者需要这样的一种协作，而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一个脉络。那苏格拉底，我今天我想当然我是从很早就已经是爱上这个人了，确实他的性格，他在哲学史上的这样的一个魔力般的一个存在，的确是我在今天的讲座的最后我会说，假如我们失去苏格拉底，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会说这样。那我们还是先从头开始说一说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当然其实我在以前的一些讲座，包括讲伦理学政治哲学等等，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人物。我们经常会说柏拉图是整个柏拉图之后的整个西方哲学都是柏拉图的注脚，但是严格说呢，应该是苏格拉底的注脚。因为我们看柏拉图的所有的著作，除了后期像法律篇这样的为数很少的几篇之外，都是以苏格拉底作为对话的一个主角的。那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两个人基本上可以说是灵魂合体，你分不清谁是苏格拉底谁是柏拉图，两个人是合体的一个存在。当然有些真真假假，基本上学术界古典学界也有一些研究对他的柏拉图的这些对话进行了一些甄别，哪些比如说他早期的什么，包括今天我们要重点讲的申辩篇，就苏格拉底最后判死刑的时候在法庭上的这些发言。那当时据说那个柏拉图是在场的，他是见证了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人类最伟大的或者影响力最大的两次审判。哪两次？一次就是苏格拉底的审判，一次就是耶稣的审判，的确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两场。但是比如说在那个最后苏格拉底就是引证而死那个场景，那柏拉图据说是其实是没有在场的，没有到场，是那个非多篇里面他们其实没有在场。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需要慢慢的甄别啊，到底哪些思想。还有一些人对柏拉图的思想做出了甄别，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提出来的像那种回忆说，灵魂的这个三个层面叫灵魂体嘛，就是三个层面说，甚至包括轮回说，那个轮回和佛教的轮回是不一样的哈，等等，经常会说这样的一些学，包括理念说、理念论，好像据说主要是柏拉图的观点。但是我们再看苏格拉底，你会发现不完全是这样的，其实也应该，比如说像理念论，有最高的美善，苏格拉底心目当中的神就是最高的理性、最高的善这样的最高的正义。那其实到底是苏格拉底的还是柏拉图的，已经是说不清楚了啊。所以我说整个西方哲学或者人类文明可以说都是苏格拉底的注脚，包括今天对人类文明的反思和反叛。比如说我们后面也会提到像尼采，他对整个苏格拉底传统的反叛也都是从他来的。所以他是一个真正的绕不开去的一个存在。而且这个人他的一生简直是太传奇了啊。他是生于公元前469年，死于公元前399年，活了70岁。他的母亲是一个身材魁梧的接生婆，母亲的名字叫菲纳利特，他的以兹的含义就是有启迪的品性。那很显然他母亲从事的职业和他母亲的这个名字的含义
都已经预示着苏格拉底的一生要干的事情，就是充当别人思想和灵魂的助产士。而苏格拉底的父亲是一个石匠，是一个手工艺人，是个匠人。其实他父亲的这个职业，包括苏格拉底也做过一段时间的石匠啊，就像有点像耶稣，耶稣的父亲是什么？约瑟，是个木匠，耶稣也曾经做过一段木匠的，是吧？那他做石匠的这个经历也蕴含着苏格拉底后面追求思想的一种雕琢和诘问拷问这样的一种暗示。这是我们说一个人的命运，其实在你出生之前已经早就被预定了，已经被决定了，你都逃不过的。然后苏格拉底呢，他曾经在波罗奔尼撒战争的时候，他在重甲兵团，是个雅典著名的步兵方阵，在里面服过役。而当时的服役需要是自带盔甲和武器的，自带盔甲和武器说明他们家庭的这个家境其实是比较可以，至少是中产阶级的一个家庭，否则的话自己出不了当不了这样的兵的，是吧？家境可以，但所以苏格拉底他的苦行僧式的这种生活更多的是他的哲学观点的体现，就说他是以这样的生活简朴为乐趣。而且有些人后面说苏格拉底也开创了一种叫禁欲主义的一个传统，我倒不完全是这种认为，因为禁欲主义有时候是说我明明想什么，然后我要克服征服自己的欲望，其实苏格拉底他可能是乐在其中的，是吧？就说他有一种更好的生活以后，这种物欲啊这些方面的生活对他来说就已经非常轻松了，简朴的生活对他来说反而是最轻松自在的一种生活，就他乐在其中吧啊。然后苏格拉底他的妻子，这个大家已经公认，已经有很多的段子了，说他的妻子是一个泼妇，是个泼妇。当然有一个是真实的，就是他有一天正在街上跟人闲聊，他妻子先骂了他一顿，然后泼了一盆什么洗脚水在他的头上，他说我就知道雷霆过后必有暴雨。这个还不完全是段子，后面在文艺复兴时期专门有一个很著名的油画，就是也是画这个场景的。这是苏格拉底他的妻子，他当然也说我跟我妻子的关系，婚姻关系其实就是一个哲学实践的关系，就是在实践一种伟大的哲学。如果我连我妻子这种泼妇悍妇都能够对付得了，我要去对付哲学问题就在太 easy 了哈。这是苏格拉底。还有一些说法说他患有重婚罪，就说不是罪的，有重婚行为，他另外还有同时有另外一个妻子，但这个说法是不靠谱的。另外一种东西是靠谱的，他有情人，但这个情人是男性，记住他有不止一个的男性的情人，这个我待会要解释。在古希腊同性恋关系才是最真正的爱情的关系啊。他有三个儿子，那有最就是其中两个在他判死刑的时候都非常小，其实可能也是七八岁十多岁的人，说明他那个生孩子他七十岁死嘛，你看五六十岁还在生养孩子哈、这个也是可以推算的啊。然后苏格拉底他的这个老师叫曾经当过阿基劳斯的学生，阿基劳斯又是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叫阿纳克萨戈拉的学生，那其实这个脉络都叫智者派的脉络，或者叫诡辩派。那阿萨克纳戈拉就是我们都知道很出名的，他提出太阳就像一个燃烧红色的烧红的石头一样。然后呢阿基琉斯又认为这个世界的本源是热与冷这两种本源，这是一个智者派传统。所以在菲多篇当中苏格拉底说曾经自己是关注自然哲学的，反映了他受阿基劳斯的影响，但是事实上他后面他的信息就转移了，他后面已经到申辩篇完全否认自己是个自然哲学家，就是他和智者派之间是完全是一个敌对的关系，这个我们待会要解释的。然后苏格拉底在432年，公元前432年到404年，我们知道是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那么也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以爆发以后，苏格拉底才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但在这之前他已经很出名了，但是之后他是就是37岁，因为他去那个参加伯罗奔尼撒战争，而且在战争当中他非常的这个勇敢，对吧？就是所以不一定出名要趁早了
啊，40岁以后你再慢慢出名还是来得及的。为什么？因为但是前期一定要有充分的一个积淀。那苏格拉底也是该他出头露面的时候的。你会发现这些伟人啊，其实真正他闪光的也就是那几年。耶稣闪光更短，耶稣是你看他33岁左右就被处死了，他真正进入历史舞台也是到30岁的，是吧？也就是最后辉煌就是那几年时间，2-3年的时间。苏格拉底是45岁以后，其实真正的可能才会正式的成为，就他的他的形象不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种在喜剧里面所丑化的那种形象了。这是苏格拉底，他在战争上非常勇敢，就说据说他是可以四季都是赤脚的，这个是不同的资料来源都证明他确实一年四季在冰天雪地都有赤脚的习惯，然后在冬天战争时候穿着一个单的这个单衫就度过一个严冬的考验，说明这个人意志力忍耐力都是超强的。然后平时呢他就是赤着脚就在雅典的那个广场上街道上去闲荡，碰见每一个人然后就抓住别人就开始喋喋不休，就开始质问别人，因为他是一个话痨，对吧？就滔滔不绝的连不知道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人，但或者说他不关心下一顿该吃什么，然后他找的这些人基本都是在某个领域有专长的人，然后就揭露你认为你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其实你对你这个领域都是一无所知的，然后就让别人特别的掉面子。所以他是挑战了很多人，证明他们对方思想有矛盾。当然还有对苏格拉底的很多的丑化，比如有人说他是小偷，在色洛芬的这个笔下，苏格拉底甚至像一个想当一个皮条客，他想像雅典的一个荡妇拉皮条，是吧？那这个当然都是色洛芬的记载，在施特劳斯看来是最靠谱的一个记载。就色洛芬我们知道有回忆苏格拉底嘛，甚至有他认为比那个柏拉图笔下的更靠谱。这是苏格拉底。然后呢在波罗奔尼撒战争期间，苏格拉底就成为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据说在德里留战争的时候撤回途中，他表现非常的勇敢，他把那个当时只有6岁的色洛芬救了色洛芬的命，但这也是一个传说。另外一个还说他救过阿尔西比亚德的命。阿尔西比亚德我们马上要讲到，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兼雅典的将军兼情人兼很多东西，包括苏格拉底后面很被处死，就是与他和阿尔西比亚德的关系有关，是吧？这是苏格拉底。而且他酒量惊人，就是他喝酒都是用桶来喝的，然后呢但是从来没有人见他喝醉过。他性格非常的暴躁，但是他会随时可以压制或者调整自己的情绪，包括他自己的性欲，他这种人欲望肯定强，但是呢他能够用自己的理智去压制自己的这个欲望，所以他有节制的美德，这个很吓人。就是我们该会的该能的他都可以，但是他又能够运用自如的调控，说明他用那个理想国里面说的说法，就他用灵魂当中更强大的部分征服了更弱小的部分，所以他才是一个真正的伟人哈，伟大的人。所以伟人不是说被自己身上的更脆弱的部分所征服了，比如说你的下半身征服了上半身，那说明你就是成为了你的奴隶。如果你是用你的上半身灵魂当中的理性的层面征服了你的下半身欲望的层面，你就是一个主人，你是你的主人。这也是在理想国里面是已经阐释过的，我们就不重复。然后苏格拉底当然是长得很丑吧，据说他的样子是鼻子扁平，鼻孔宽大，双目突出，嘴唇肥厚，大腹便便，光头秃顶。说苏格拉底秃顶呢，他是不是秃顶这个是有问题的。我们现在看他的很多石膏的雕塑啊，包括李总画的有哈，也都是秃顶，但秃顶据说这个不太靠谱。但是为什么说他秃顶，也是来源于对他的污名化。然后苏格拉底当然就要见陌生人的时候，他的朋友都会给陌生人解释说，他的外表并不影响与他的交流，因为我们知道在古希腊其实是非常崇尚男性的形体美的。非常崇尚，所以苏格拉底真是一个异人的呀，在那样的一个周围全是美男子的环境中，他是一个丑。我们都看过像柏拉图的塑像，柏拉图是很帅的，特别的帅，就苏格拉底特别丑，对吧？但是他能够把当时雅典最
漂亮的美男子吸引，这个很不得了哈、啊。所以这是苏格拉底，而且当然他在会议里面，他为了赴宴，他还是比较会精心打扮，但是在路上经常为了思考一个问题就发呆，一站就站几个时辰，然后就搞忘了就要去赴宴了。基本伟人都有这种特点哈，是这样的一种方式。然后苏格拉底，我们说在公元前420年，当时49岁，其实到423年的时候，就45岁以后，他就已经特别的出名了。然后呢，在他活着的时候，当时就有，他就成为了当时整个雅典嘲笑或者一个话剧的一个重大的题材。大家茶余饭后说黄段子啊，说什么肯定是说苏格拉底。然后戏剧的表演也是以苏格拉底为创作的题材。所以当时他的一个好朋友叫阿里斯托芬，阿里斯托芬创作的一部重要的戏剧叫做《云》。我今后都想讲一讲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知不知以前我讲悲剧讲得多，讲悲剧精神讲得多，但是我们真的是忽视了人类历史上的喜剧的传统，这个传统太重要了，是吧？我提到的就是比如马基雅维利的那个曼陀罗，你要理解曼陀罗才能理解马基雅维利的那个君主论嘛。所以喜剧比悲剧其实更难写，是吧？你怎么更深刻的洞察人性，而且要写得使人发笑，笑了以后还有真正的一个对人的一种人性的深度认识，这个是喜剧非常被我们忽略的哈。悲剧嘛，要让人流泪比让人笑其实更容易啊。这是苏格拉底。那这个阿里斯托芬的这个《云》里面啊，他就把苏格拉底描写为三个形象：一个他是智者，智者就是什么翻云覆雨，教你怎么去为人处事，教你怎么去演讲修辞，怎么去写情书，怎么去骗女孩，基本这是当时前四世纪是大家的智者形象，当然和以前的智者形象有点不一样。最早的智者，我们知道古希腊有七贤嘛，像梭门、基门这些都参与雅典伟大的民主制改革的这些人，都被称为雅典七贤，他们其实也是智者。但是到了公元前5世纪以后，你们看柏拉图这些著作里面，真正的智者已经会成为一个被丑化的一个对象了，是吧？为什么丑化？待会儿我要解释。第二个是他是一个不敬钱的自然哲学家。我们知道，就是自然哲学家就是研究天上地下的学问的人。但是苏格拉底其实也不是。第三，说他是苦行僧式的道德教师。他是苦行僧，但他不是道德教师。其实苏格拉底是否认自己是一个教师的身份的，这三点苏格拉底最后都否认了，对吧？而这个申辩篇里面来说，苏格拉底开办了一个学校去要收钱，其实这也是智者派干的事情。智者派把教师作为了一个职业，所以职业就是像孔子一样，你给我一个素修，然后我就可以教你一些学问和技艺。但苏格拉底很反对，他说你们这些是出卖灵魂的小贩，所以他是很反对就是花钱去。但是呢，在阿里斯托芬的《云》里面基本上就给他描述为这种形象，说他开办学校，然后呢开办学校就是教学生怎么去欠债不还，那学生学到这个技艺后就开始卖他的学费，哈哈，就干这个事情。然后他这个学校后面被一把大火被烧毁了，说也是因为他得罪了这个神，而且他研究的都是特别琐碎的事情，比如说一个跳蚤跳一下能够跳多远，哎，然后就开始用蜡把这个跳蚤的脚就弄到这个蜡里面，然后去看跳蚤，就测量，说苏格拉底去干这些事情最琐碎的事。但我们知道其实苏格拉底关心的是最重大的事情，最根本的事情啊。所以这是当时对于苏格拉底的一个丑化，这个丑化也是很有意思。但是更有意思的是，当阿里斯托芬的《云》这样的戏剧上演的时候，苏格拉底经常会到现场，然后在演出的中间，苏格拉底会站起来，然后接受大家的攻击，让大家攻击他有靶子。哎，我以前讲过雅典的民主嘛，你看这样的社会是挺令人向往的一个社会哈，真的在他的民主自由，整个社会的一种充满活力的一个程度，在我们今天都只能是望洋兴叹哈。这个所以有时候我们读古典就会发现为什么现代会堕落，就是这个原因吧。这是苏格拉底。然后苏格拉底是在从军队退役以后有一段时间是没有什么记载，直到公元前406年他参加了一桩雅典的公务。这个公务是当时雅典还没结束嘛，波罗奔尼撒战争在一桩海战当中取得了胜利，但是由于这些指挥官们
没有把这些生还者研究回来，所以雅典的公民大会，最高的国家权力机构，就决定要对这些雅典的海军的将军进行一个集体审判。那我们知道雅典的，我们讲民主讲过的，雅典的民主基本是这个设置，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一次公民大会差不多最高两三万人同时参加，在山坡上，就雅典卫城旁边那个山坡上参加公民大会。那但是呢还有一个500人的议事会，相当于公民大会的常委会，500人议事会是由雅典的不同地区选出来的500人，它分为十个叫做十个部落嘛，选出来的这些人组成500人。那这500人大会里面又有分成十个小组，每个小组又是50人，这50人就常务委员会，这50人每50人这个小组要担任职位36天，一年是360天，在这36天里面每天就有抽签决定谁当常委会主席，这50个人就决定在这36天之内什么议案可以要提交到公民大会进行表决。但苏格拉底呢刚好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是这个50人的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其实不是主席，然后呢在决定要审判雅典这些海战的将军的时候，他是唯一一个投反对票的人，这是他在被审判之前有历史可考的进入公共生活的就唯一一次吧，唯一一次。那这是然后两年以后我们知道这个雅典战败，相当于成为了斯巴达的殖民地，那雅典的这个民主制度就垮台了，然后就成为了30建筑，是吧？那所谓的这个30建筑就是30个暴君的一个寡头的一个恐怖的这个统治，在这统治了8个月以后，民主制度就复辟了，是吧？那民主制度为什么会复辟？当然也是它是斯巴达的殖民地，斯巴达你管你什么民主政体寡头政体，只要有利于我殖民就行嘛。所以斯巴达实际上是放任他们的这个复辟制度的。复辟以后，当然到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就被指控罪名了。那当时指控他是一个叫美勒托的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年轻人，他是个诗人，但参与这场指控的主要是三个人，分别代表三种不同身份，一个是美勒托代表诗人，另外一个叫李孔代表的是演说家，第三个是叫阿努图斯，实际上这个人是最关键的，他是幕后的总指挥，也是雅典复辟的一个居功至伟者，是个民主派的一个领袖阿努图斯，他操纵了这场对苏格拉底的一个审判和起诉。那这个审判的结果是当时是交给500人的一个大陪审团，就大法庭进行审判的，其实不算，500人不算一个大法庭，当时的陪审团从500人2500人一直到上万人，这种陪审团其实都会有的，他这个陪审团是个500人的一个陪审团，其实不大不小了，不大不小。然后呢投票，他雅典的规则是先判，经过申辩后看你有没有罪，如果是有罪的话，然后再决定应该接受什么样的处罚，所以他的审判要经过两轮，所以在第一轮的时候经过一场申辩以后，500人的这个陪审团的成员投票是280票对220票判处苏格拉底是有罪的，有罪以后呢双方然后就开始要就判处什么刑罚要进行一个辩论，那么控方就提出苏格拉底犯的罪行足以要判处死刑，提出死刑，然后呢这时候苏格拉底他就觉得我不应该判处死刑，而且我不仅不应该判处死刑，你们应该还把我在市政厅里面一日三餐的供养，为什么？因为我是对雅典城邦最有贡献的人。我们知道当时在雅典能够在市政厅里面领受免费的一日三餐供养的是哪些人，就包括当时的这些比如说委员会的委员领导者，然后呢奥林匹亚的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这些胜利者，战场上的英雄，国外的使节，只有这些人才配享受一日三餐。苏格拉底你算什么啊，你居然想来一日三餐，最后他这种行为显然是挑衅了陪审团的底线，最后第二轮投票决定他判处什么样的刑罚以后，最后是什么？是360票对140票决定判处他死刑，就是说以前有80个人本来认为他是没罪的人，最后决定要判处他死刑，哎，他是故意的，是挑衅和挑逗的这个陪审团的这个底线。那当然苏格拉底他这个
他最后得出来的判决，他最后也屈服了一下，就他挑衅以后又觉得不好，他说好吧，那我就缴纳罚金吧。这个罚金是相当于一个，他提出来的是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一年的整个工资嘛。但是后面他的朋友们说算了，你也不要这样，又叫做反正三十叫什么什么的，是一个当时的一个计货币单位，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八年的一个工资的水平的罚金。但是那时候陪审团已经被激怒了，所以已经是于事无补了，他就被判处了死刑。判处死刑以后还有一个对话，就著名的克利同，就是关于当时判处死刑以后，雅典刚好恰好碰见了一场祭祀活动，要到一个岛上去，那这个岛船只去祭祀来回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那在这一个月时间内根据规定是不能够处死罪犯的，为什么？要保持宗教意识的纯洁性。好，最后呢，当然在这一个月期间内，苏格拉底完全是有机会去逃跑的，而且雅典城邦的当局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希望苏格拉底赶快滚。为什么？因为你要杀死苏格拉底，简直大家都知道是个烫手的山芋哈，会背上千古骂名的。但是苏格拉底坚决不跑，又有一场辩论，最后他是引证而死的。但他死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了，柏拉图其实不在场，但柏拉图的这个记载是说，他喝完酒以后是谈笑风生，然后就是非常平静的死去。但据说喝到那种毒清酒是很痛苦的，身体会扭曲的，是吧？当然是对老师的一个美化嘛，这个倒无可厚非了。关于这个苏格拉底，他的这个审判，或者他的一生的生平的这些资料，现在主要有三个几个来源。第一个来源就柏拉图的对话，包括申辩篇；第二个来源就瑟洛芬的回忆苏格拉底，里面包括一些对话，也包括他的一些申辩，但没有柏拉图的这么详细。第三个就是阿里斯托芬的云，还有当然就是古希腊的其他的文献里面的片段的回忆，包括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当中零星的涉及到苏格拉底的部分。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是没有接触过这个苏格拉底的，他出生的时候他已经苏格拉底早就死了，是吧？他是柏拉图学生，那么他在比雅典学院的时候，那时候也就是十来岁。当然你知道雅典学院言传身教，整天跟老师吃喝都在一块嘛，那可能在桌子上会讲更多的真话，是吧？可能反而那是亚里士多德会记载一些零星的东西，但是最主要的资料来源还是我刚才说的这三种。为什么阿里斯托芬的云在我看来也有一定的可以激起的？因为首先是在他生前所写的，而且生前所写即使这些事件不一定是真的，但是反映了当时整个雅典的一个民风民情，是吧？大家为什么喜欢嘲讽苏格拉底，大家心目当中对苏格拉底这种形象，是可以这样做一个资料去参考的。这是关于苏格拉底被审判。好，我们知道苏格拉底被审判，我先要说他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比较复杂了。那有些人原因，大家知道有一个著名的美国的记者，哎呀，美国的这些著名的媒体人记者特别的厉害，他们经常出到记者行当会研究这些古典和经典。那研究苏格拉底这个人叫斯东，斯东呢，他写过一本书叫《苏格拉底的审判》，就在中国已经翻译再版过好几种版本，三联书店出的，这个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就在90年代就出来了，现在又有再版，是吧？那斯东的这本就是《苏格拉底审判》，有一个典型，就他就想不通，雅典这么一个民主自由的政体，为什么会杀死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个只是言论表达的人，没有言论自由，所以他为此感到特别痛心。在他60岁开始，他就开始收集资料，学希腊语，哎呀，太了不起！然后重新写他的这本书，也是成为一个苏格拉底研究的一个，又是畅销书，又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著作。当然，整体上我是不太赞同斯东的分析的，因为斯东的分析就是苏格拉底就是因为政治的原因被民主政治所杀死的，但是我觉得倒不完全是这回事儿。因为斯东的分析是说，苏格拉底他跟民主派和自由派，和那个建筑派之间，就是都有一些好朋友，尤其苏格拉底跟30建筑里面的，比如说克里底亚，
这样的人，赫尼迪亚是个很残暴的一个寡头暴君嘛，他说跟他是好朋友，确实是好朋友，是吧？但是问题在于苏格拉底跟民主派里面也有好朋友，比如说克卡瑞峰，就那个到德尔菲神庙去算苏格拉底，帮苏格拉底算命的那个人，是吧？待会儿要说到的那个。当然还有一个民主派领袖，也是雅典的一个将军，叫阿尔西比亚德，就我刚才已经提到的这个人，苏格拉底的情人，也是苏格拉底的好朋友。那如果你说苏格拉底是仅仅是因为他政治的原因杀死的话，那他在民主派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朋友的，是吧？这个观点反正总之是有很大的争议，而且过分的那个宫廷斗争化和简单化，我觉得不是太好的一个解释。那还有一个解释呢，就是说苏格拉底，我觉得这个解释还有一点点意思哈，他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团。你们注意到没有？苏格拉底在审判当中，他在讲无知之罪，就是当时凯瑞峰是他的一个朋友，也是个平等派的一个代表。他有一天到德尔菲神庙去，他就去算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是雅典的著名的神庙。然后呢，去问谁是这个城邦最有智慧的人，或者说有没有这个城邦有没有比苏格拉底更智慧的人？大家不要笑，这个是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当时比如说你我两个是朋友，我没事我就会到寺庙里面去，神庙我就问谁是这个城邦最虔诚的人，谁是这个城邦最富有的人，谁是这个城邦最有德性的人。他们这些朋友经常会说，哎，我又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太堕落了哈！你看看人家到神庙里面算命是算什么东西，绝对不会算是说谁是这个城邦最长寿的人，不会干这些事儿。人家是说谁是这个城邦最有道德的人，最有品德的人，算命经常会有。所以他的这个朋友凯瑞峰到这个神庙去问谁是这个城邦最有智慧的人，很正常，帮朋友打打卦嘛。结果呢，算卦的结果是苏格拉底是这个城邦最有智慧的人。苏格拉底当然不相信啊，因为他自己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嘛。他说我怎么可能是就最有智慧的人，我又没有专长，我整天赤着脚到在雅典城邦无所事事到处游荡。但是他认为神不可能说谎话，神怎么会说谎话呢？所以他要探个明白。于是他就开始遍访整个城邦的这些他认为最有智慧的人。他先去访问政治家，据说访问的第一个政治家就是阿努图斯，就这个陷害他的人。而他和阿努图斯之间是有一些梁子的，因为围绕着对教义的问题他们有巨大的分歧。而且有一次他给阿努图斯直接就说，你对你儿子的教育不对，你培养你儿子今后你是想把你儿子再培养出成另外一个皮革匠。因为阿努图斯是个皮革匠，出身不好，但出身不好的又成为了城邦的统治者。你想嘛，那苏格拉底绝对就得罪他了，是吧？就让他就很没面子的一个事情。所以他遍访阿努图斯这样的政治家以后，他才发现这些越是声名显赫的人，其实他们有时候越愚蠢，他们的这些常识和判断甚至不如这些农贸市场卖菜的这些人。这是他访问第一个政治家。第二批他访问，他说好，那我去访问诗人。诗人应该是这个城邦最有智慧的人之一嘛，因为我们知道整个古希腊他有一个诗学的一个传统，诗人是非常受到崇敬的。苏格拉底尽管在理想国里面说要把诗人逐出城邦，但是实际上他从内心深处他是非常尊重诗人的，是吧？我们知道苏格拉底说，如果我死后我最想见的就是荷马、赫西俄德这样的人，这些都是古希腊的伟大的诗人啊，包括当时的这个索福克勒斯，这些悲剧大师也是诗人，也是诗人。所以说诗人当时也是被认为是最有智慧的。于是苏格拉底就访问这些诗人，想看看他们到底智慧在哪里。结果访谈的结果发现，哎呀，他们也不行。因为他发现其实这些诗人他们写诗并不是他们头脑里面写出来的，他们写诗是因为他们有灵感，而这种灵感相当于他们是得到了神的这种启示。他们写完诗以后，他们对别的事情也都是白痴。而这些诗人呢，因为自己会写诗，就以为自己会统治国家，就像前面的阿努图斯一样，是吧？然后他又失望而去。
他又访问第三种人，叫手工艺人。那当时雅典的手工艺人呢，不仅是包括建筑师、造船师、鞋匠这样的人，还包括美术家、艺术家、雕塑家这样的人，这些都被称为叫手工艺人。他变成手工艺人，他是觉得确实这些手工艺人在他们的专长领域，我的确是比不上他们的，我没有专长嘛，他们会造船，我不会造嘛。所以苏格拉底说是可以，但是他说这些手工艺人因为以为自己会造船，就以为自己会统治国家，他们在对自己的智慧的这种边界，他们也是盲目的自大的。所以他遍访了这些人，他就说你们这些人其实都是最没有智慧的人。而且他在遍访这些人、揭露这些人、扒这些人的皮的时候，记住都是公共场所，不是都是在雅典的广场上，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尤其他每次，你想，你们可以想象那个场景，苏格拉底到哪绝对背后是围着一帮人的，对吧？一帮他的粉丝也好，或者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也好，当尤其是他和这些雅典城邦最掌握权力最高的、最智慧的人辩论的时候，哎呀，多少年轻人围在旁边看热闹的嘛，是吧？然后呢，就看见这些人很掉面子啊。然后这些年轻人也开始就，哎，所以说为什么在指控苏格拉底罪名里面有一个叫败坏青年啊？这些年轻人学到这个本事以后，又开始碰见一个老人德高望重的人，就开始去质问对方了。那当然。所以他得罪的这起诉他的人，我们刚才说了，就是美勒图、阿努图斯、尼孔，就是分别基本上就代表了既得利益集团。他基本上是得罪了这些人，得罪了。这是第二种可能，一种是他到底为什么会被起诉。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我觉得更靠谱一点点，就是他是一个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哎，不仅是政治方面，因为苏格拉底，我跟他说，他确实他对民主制度没有好感，但是相对于建筑制度来说，他更讨厌、更厌恶建筑制度。因为苏格拉底他提出是要贤人统治，就是由最有智慧的人来统治这个国家嘛，但他反对这些寡头来统治国家，是吧？而且他也知道，他特别爱雅典，他也知道，如果不是因为雅典的民主制度，不可能让他这样的人如此自由的存在那么几十年，是吧？所以说那都不是太靠谱的。然后最宗教改革家这一点有点意思，因为对苏格拉底的指控我们知道是这几项罪名：他不信雅典城邦的神，他引进新神，第三他败坏青年，主要是这三种罪名。但他不信雅典城邦的神和引进新神，其实这不算什么罪名的，记住不算什么罪名。为什么？因为雅典城它是个多神制的国家，它没有一个国家宗教，没有说整个国家必须遵从某一尊神，没有的，国家公权力没这样规定，所以它整体还是个多神制。而且雅典城邦他们会经常会这个崇拜外邦的神的，比如说在理想国这边著作的一开头，苏格拉底和格老孔就到比雷埃夫斯港去，因为比雷埃夫斯港正在有一个盛大的宗教节日，大家在祭拜本迪斯这个一个女神，掌管复仇什么样的一个女神，本迪斯神。而本迪斯神是寿雷斯的一个外邦神啊，是吧？然后包括苏格拉底我们知道在他临死之前，他留下的最后一句遗言是什么？他给格老孔说，他说格老孔兄弟啊，哦，克尼同，他是克老，他说克尼同啊，我们还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鸡，记住要还清这笔债务。阿斯克勒庇俄斯是雅典的药神，这个药神其实也是个外邦神，是吧？然后当然，苏格拉底最后的遗言也特别的有意思哈，有点像以前的那个我们拍的电影里面，共产党人死之前的时候，把我的党费要交了，基本是这样。他说你把我这个。我因为可能是苏格拉底有一次生病了，然后去敬拜这个神，最后面病好了，你得还愿嘛，还愿你就要买一只公鸡去还愿。他可能一直忙跟人辩论，就没有时间去还愿。最后快死之前说，你帮我去把这个债还了，买只公鸡去献祭，基本是这个意思。但是后面也说明一个意思，苏格拉底他是非常强调，最后死之后他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宗教仪式问题。宗教问题，是吧？而且还有另外一种解读，就是说
他的最后一的献祭是表达了一个东西，就是他终于能够摆脱生命的这些痛苦了，可以安心的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要感谢神，感谢这个阿斯克的庇俄斯，是吧？但是我想刚才说的，说他引进新神，现在雅典城邦不是太大的罪名。其实真正后面在法庭上质证的时候，那个美勒图真正指控他的一个核心的意思是说他是无神论。无神论在古希腊的确是个罪名，是可以判死刑的一个罪名，就是你可以崇拜多神新神，但你不能说无神论了。那苏格拉底是不是无神论，这个有点意思。苏格拉底他有他的神秘主义，比如说他确实很虔诚，因为比如说神让他寻找智慧，他就听命于神的使命，在这个意义上他是相信神。但这个神又得罪了雅典城邦的别人，别人就说哎呀，神就给你说话了，你就能得不行了，他为啥不给我们说话，是吧？所以他的这种信都体现出他的一丝丝的傲慢在里面，这是一种。还有另外一种是什么，大家记住在克利同里面，克利同里面有一个问题哈，不是克利同，是另外一部一个对话，另外一个对话叫游戏弗能。在游戏弗能这个对话里面是讲的是苏格拉底有一天他在这个什么意思，他在那个法庭的门口突然碰见了这个年轻人叫游戏，不是年轻人，这个祭司叫游戏弗能。他就问游戏弗能这个人说，你到法庭来干什么？游戏弗能说，我要起诉我的父亲。那你为什么要起诉我的父亲？原来是他的父亲有一个奴隶，两个奴隶之间打架，结果一个奴隶把另外一个奴隶打死了，然后他就把这个凶手的奴隶就捆起来堵上嘴扔在沟里，然后他就派人去镇里面去问到底怎么去处置这个奴隶。但是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这个捆在沟里的这个奴隶死了，然后游戏弗能要告他的父亲说，你杀人凶手，是吧？那很显然苏格拉底就解访了，就问他，你要去告你的父亲，你要想你这样做是不是正当的，会不会引起神的愤怒，激怒神，是吧？然后就有一个辩论，我待会儿还要讲这个辩论的。然后这个人就他是一个祭司嘛，他自信满满，我是祭司，我还不知道我做的行为能不能触怒神吗？他就说我做的是一个正当的问题，在神的眼中看来也是正当的，也是虔诚的，也是神圣的。苏格拉底一下问了他一个问题，他说你说你捆绑你父亲，你要起诉你父亲的行为是正当的，是的，好，就问你一个问题，你说一个神他们喜悦某种事情是正当的，是因为这个事情是正当的神才喜悦这种行为，还是因为神喜悦这种行为，这种行为才是正当的？听懂我的意思了吧？问这个问题。结果呢，在逼问之下，游戏弗能只能说原来神喜悦这种行为是因为这个行为本身就是虔诚的，就是正当的。这个回答是石破惊天的回答。为什么？因为按照雅典的传统的观念，我们一种行为是正当的，是因为神喜悦这种行为，我们都要做神喜悦的，神吩咐我们的事情。但是今天这种行为发现，神喜悦某种行为不是因为某种行为之所以正当，不是因为神喜悦它，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是正当的，它本身是正当的，神才会喜悦它。说明什么意思？至少神和一种东西是虔诚的，是正当的，已经是两个关系了，不是一回事儿，是吧？虔诚的、神圣的、正当的是一回事儿，神喜欢不喜欢是另外一回事儿。用中世纪一种辩论法，就是神也不能使二加二不等于四。哎，这种说法在当时就石破惊天了，怎么可能在神之外还有独立的评判善或者正当与否的标准啊？应该神就是标准啊。所以苏格拉底这样的说法，就后面斯特劳斯很多的研究者，包括在理想国里面也有这个问题，就是苏格拉底他到底是不是真的信神，还是他信的东西其实是他心目当中的理念，心目当中的理性或者善。因为在理想国里面专门有提到这个问题，苏格拉底说神是不可能败坏的，
是吧？神一定是完美的，是理性的，是全善的，神不可能败坏，神不可能变化，神是永恒的，静止的，那就是他心目当中的一个最高的理，他就是用理性，用理念这个东西取代了神这个东西，是吧？所以在这里，当然苏格拉底在表面上他不敢揭示的这么明显，但是你想这种话在当时看来的确，苏格拉底我觉得在这一点他整个是摧毁了整个雅典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基础，所以说他是宗教改革家真是不为过的，不为过的，是吧？就他用自己的理性标准取代了一个神的标准，神的标准。有人说这也可能是他被杀害的原因，是吧？但是这个原因也不太具备说服力。另外一个原因是施特劳斯的一个分析，施特劳斯说苏格拉底之所以被判处死刑最重要的理由是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冲突，是吧？就是哲学和政治之间有一种不可调和的冲突。苏格拉底在申辩篇里面他明确地说，他说我作为一个哲学家，神启示我说你就不要关心，不要参与城邦的事务了，你就做一个孤独的哲人，你整天的事情就是碰见人你就问问题，刁难他们，去帮助他们成长，帮助他们认识自己，帮助他们回忆起自己以前的这些东西，灵魂深处的东西。苏格拉底说这是我作为一个哲学家的使命，哲学家的使命是什么？是提升整个城邦的德性的。雅典这个城邦已经堕落了，所以我要做一个城邦的牛虻。雅典像一个高贵的一头牛一头马，昏昏欲睡，我今天要不断的去刺激它。哲学家的使命就是这个东西。而且他就说我不当政治家，但是今天的这些政治家应该成为哲人，否则的话这个城邦不可能伟大。但是你知道这种哲学的观念要提升德性的观念和政治的逻辑是冲突的，因为哲学是讲究真理，政治是讲究胜利，政治要区分敌我，政治是怎么用什么样的一个最简单的手段或者最高效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政治的逻辑。而哲人的逻辑是什么？你要说真话，你不能说假话，而真话往往是不受人听的，是吧？就像鲁迅说这个孩子终究要死的一样，这种真话没人爱听，但它是真话。而且一个政治家你陷入政治越深，你离哲学离德性就会越远，你就必须不断的撒谎，这是冲突的。所以苏格拉底为什么他在法庭上他失败了？苏格拉底否认自己是一个智者派，所谓智者派就是把弱的论证变成强的，非就是黑白颠倒，把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指鹿为马，这是智者干的事情。苏格拉底在法庭上，你们看申辩篇的第一篇里面，他跟那个美勒图在进行对证的是质证的时候，对方毫无招架之功啊，他其实是小试牛刀，轻轻的发挥了一点点我的这个诘问术。比如说美勒图说你败坏青年，苏格拉底马上问他，人不可能做伤害自己的事情，如果我去败坏青年，我把这些青年教坏了，这些青年反过来会伤害我，我不会这么愚蠢吧，我干这种事情，所以说我不可能败坏青年，或者我即使败坏也是无意的，无意的是不可能承担刑事责任的。你看就是两三句话就把对方就驳倒了。然后美勒图是说你引进心神或者你不信神，苏格拉底说你如果说我不信神的话，为什么我还会敬拜各种各样的神，我会引进新的神灵，所以他就证明对方是矛盾的。但是为什么最终他驳倒了对方，但是他却会被判有罪的，也是因为真理和修辞是不一样的。苏格拉底他要传达的是一个真理，而在法庭论辩是一个讲政治的行为，是要追求胜利，你要胜诉或者败诉。所以美勒图和苏格拉底他们的冲突是体现在比如说教育，美勒图在法庭辩论当中不断的去迎合当时的在场的陪审员，比如说教育问题，美勒图说所有知识是可以教授的，智者派就是传授知识和德性，但是苏格拉底说德性和智慧本身怎么可能传授啊，
是吧？那是有天性，人天下的有金银铜啊等等的这些东西不能传授啊。但是你会发现，这叫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的一个分野。而北斗图为什么主张大众教育？他不一定信，但是他是在迎合这些人，意思就是说，你看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教育成为优秀的人。如果是苏格拉底说，有些人他就是劣质品，你再教育他也不会成才。教育的冲突体现出是什么？美乐图在迎合这些听众，是吧？但是在苏格拉底看来，我不信。苏格拉底我们知道他本身是一个修辞学的大师啊，如果苏格拉底真想去说服这些听众，对他来说太小 case， 太 easy 了，非常简单，是吧？但是他不这样干，他要说真话。因为他如果要用修辞、用演讲这样的东西去打动听众的话，他就在说谎，他就已经不是个哲学家了。而苏格拉底他本质上他不是这样的人，所以说最终苏格拉底放弃了这样的一种东西，他的这个真理和羞耻的矛盾。我就给大家说，就是说苏格拉底最终他之所以被判死刑，是哲学和政治的冲突，是吧？这在政治家看来，哲学家永远是危险的，是吧？所以说这些知识分子永远是被警惕的一个对象。这是苏格拉底为什么是先知性的人物，在几千年前他就已经洞察了这样的一个真理了。好，这是关于苏格拉底。我们刚才讲的已经把他的所谓的这个无知之智，已经至少从细数的来龙去脉已经讲过了。下面我再讲一讲关于他的这个爱国与公民不服从，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苏格拉底他被判处死刑以后，他明明有机会逃走，而且雅典当局也希望他逃走，但是他坚决的不走，是吧？为什么走？当时克利同这些人进的监狱来探望他的时候，就说我们走吧。苏格拉底说，你等一下，别忙，你要我逃走可以，但是你要给出正当理由。我的一种行为如果没有一种正当的理由，你就让我逃走，不可能。这个就涉及到我后面马上讲的苏格拉底为什么说知识即德性的观念。你所拥有的知识和你的道德应该合二为一，或者知识本身就德性的体，德性本身就知识的体现。你要经过理性的反思，这种行为在道德上合不合理，否则的话你就不能采取这种行为。当时克利同反驳他的一个理由是什么？克利同说，哎呀，你这样不逃走的话，你做的，你明明可以保全生命，你却放弃生命，你是让亲者恨仇者快的事情。你刚好让这些想杀死你的人让他们满足到他们的心愿，你这样做好吗？其次，你这样做的话你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你还有三个孩子，你还有那么多的学生朋友，你就这样一走了之，对吧？你把他们丢下了，他们怎么办？所以说你这就不符合你的德性，你这个要去慷慨赴死实际上是不正当的。苏格拉底说，等一下，我得反驳你，是吧？苏格拉底恰好就认为，其实我要逃走才是不正当的一个。为什么不正当？因为我的这种逃走的行为，首先人我不能做伤害别人的事情和伤害他者的事情，其次一个人要遵守自己的承诺，这也是道德原则。我为啥遵守承诺？根据雅典城邦的规定，一个人成年以后，你可以独立的判断值不值得在这个城邦待下去，你可以移，那时候是有移民自由的。但是苏格拉底说，我在成年的时候我已经决定不离开雅典，我在这个雅典城邦已经生活到70岁，生活到几十年，说明我对这个城邦已经有承诺了。我在这几十年当中我已经享受到这个城邦的自由，他的各种条件，他的各种财富，我享受到了这些东西啊。我不能说这个城邦今天对我有好处我就遵守承诺，明天对我没好处了我就要撕毁承诺，这不是我做人，人不能这样做吧。于是我要遵守承诺，如果我这样不遵守承诺，我就伤害了雅典城邦，又违背了另外一个原则，是吧？你会发现就是苏格拉底和格劳孔他们之间，就克利同
他们之间都认同一个重要的道德原则，就是人应当做正当而勇敢的行为。但是对于什么是正当，什么是勇敢，大家的判断不一样，是吧？那我们先这个要留在后面讲，我们现在只是讲苏格拉底他的不逃走。一方面他的审判，我们刚才说实际上是一个挑衅行为，他故意是挑衅雅典城邦的法律，故意去违反这样的法律。但是呢，当这样的法律判决以后，他又自觉地接受这个法律的处罚，这是什么？这就是公民不服从的精神。这个公民不服从的精神太伟大了，就是苏格拉底开创的，直接到后面的梭罗，到后面的马丁路德金、甘地，然后到今天包括昂山素季这样的人，全是这个脉络的，包括托尔斯泰、曼德拉，公民不服从这个脉络是这样下来的，源头苏格拉底，是吧？那公民不服从的意义是什么？它的意义是在法律之外寻求更大的道义的基础，但是这种道义基础不是说是推翻法律，而是我要遵守法律，我跟法律之间有一种神圣的一种义务或者契约。我今天之所以违反法律，我知道我是违反的，但是我违反法律以后，我通过接受这个法律的惩罚来凸显出这个法律本身的荒诞，法律本身的不道德。哎呀，你一个法律，连一个70岁的老人你都要给他处死，不就反而又凸显出你这个法律需要修改吗？苏格拉底对自己有一个叫流门的一个比喻，说我只不过是一只盯着雅典城邦的一个批判者，我要不断的劝导读者你要惊醒。但是这个苍蝇流氓是一个什么东西啊？是个微不足道的非常贱的一个生物，雅典城邦轻轻一拍就可以把这个流氓给他拍死。但是当你一个庞然大物去拍死一只苍蝇的时候，是不是说明你这个雅典城邦有病了？你这个病需要治疗了。苏格拉底用自己被雅典城邦拍死这样的带有一种嘲讽的一种方式来证明你的法律是荒诞的，你的法律需要改进。这就是公民不服从，非暴力不合作。我不是暴力的要推翻你，是吧？但是我挑战你的法律，我又接受你的法律的惩罚，而且一切都是和平的方式。苏格拉底没有煽动自己的学生门徒拿起枪杆去造反，他没干这个事情，是吧？他是公民不服从，所以他这个公民不服从一直开创到今天。那罗尔斯后面对此也有一个很多的说法，罗尔斯也是公民不服从的一个代表，但他是理论代表，他不是实践代表。他就说公民不服从就是要诉诸大多数公民的正义感，从而改变不公正的法律，对吧？那这种正义感怎么诉诸的？就是激发起我们被不公正的法律所蒙蔽的这些道德心、同情心、怜悯心，对吧？这是苏格拉底他所干的事情。好，关于苏格拉底这个他的公民分说，下面我们再说一说苏格拉底的死亡。那苏格拉底对死亡，我们说向死而生，怎么意义上的一个向死而生？他对死亡到底怎么看法？大家不要被申辩篇的表象所迷惑。在申辩篇里面，他的表象是说苏格拉底最后的道别说，我现在要走了，我死了，你们活着到底哪一个更好，只有神知道。他说死对我来说是件好事情，因为死无非就是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什么？睡着，永远的安息，睡着多么的甜蜜了，又不会做噩梦了，多么好。第二种可能是我死以后我可以跟我想要见到的人永远在一起。他在申辩篇他说要见12个人左右，其中有4个是这个法官代表了正义，有4个是诗人，就包括荷马、赫西俄德这样的人，然后有2个是被冤枉的人，和他一样被冤枉的人，有3个是统治者，就他死和他要见的人，有3个是统治者。为什么要见统治者？是他的乐趣，因为他在阴间如果见到统治者，他可以继续承担自己的使命，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一过，我可以在那里继续去省察这帮人，继续去质问这帮人，而且我还不会被判死刑，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情了，是吧？但是呢，苏格拉底说的这种死亡的观点啊，其实是不是他
能够慷慨赴死的真正的理由。这种理由说不好听点是个功利的理由，是吧？哎呀，是因为死亡比活着更有好处，然后我才去追求死亡。而且他从现实层面也是一厢情愿，你怎么就知道死亡就是永恒的睡眠呢？你怎么就知道你死以后你就能够见到你喜欢的人呢？说不定你死完以后你见到的是你特别讨厌的人呢，是吧？你不敢说。所以苏格拉底他的这种假设是经不起推敲的。但是苏格拉底之所以能够敢于赴死，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我们要评价我们生活的质量。为什么叫未经醒察的人生不值一过？就是因为我们不仅要活着，而且要活得更好。就是您作为一个痛苦的苏格拉底，不愿做快乐的猪，就是这个意思，对吧？这个幸福观就是在于我们要活得更好，更有质量。怎么叫做更有质量？就是你要灵魂的一种内在的一致，灵魂当中的理性的部分要征服肉欲的部分，是吧？你要过一种省察自己的生活，在道德上，在你的一种生活当中，你要活出这样的统一性。哎，这是苏格拉底心目当中的所谓的一种好的质量。如果你活着没有任何的尊严，活得很屈辱，是吧？比如说他这个逃跑，如果你就这样逃跑了，是的，你是活着的，但是你让你的孩子、你的朋友全部蒙羞了，你一辈子都在唱得好听，你要活出你的哲学生命，结果到死的关头你就一溜烟跑到国外去了，你不理我们了。那你想你树立的是什么样的榜样？你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吗？是吧？当你发现一个地方不值得你待下去的时候，你要勇敢的离开，就像我当时辞职一样。这不是夸，确实你发现当你在课堂上你什么都不能讲的时候，是吧？你讲东西都是假话的时候，你对不起良知，那么你就要选择换一种活法，或者选择离开，这也是一种死亡啊，告别过去嘛，是吧？这是苏格拉底教导我的，教导真的，这个确实是他教导我的，就是你那种生活对你的活着的质量已经没意义了，你活在那里没意义了，那你还要那样的活着干什么呢？所以说苏格拉底他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可以说是一种舍身取义。我们说一个人活下去都应该重视生命，热爱生命，也不要轻易的去延死，但是你要相信当有些东西比死亡更好的时候，或者你为了捍卫这种更好的东西要付出死亡的代价，值得用生命去换取的时候，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宁愿去为了这种美好的生活而去死，比你苟且的活着更好。这是苏格拉底他要所说的，如果不选择死，他会陷入一种更糟糕的一种生活状况。那这种情况就叫，有一个西方古典研究者称他叫德性主权，就你的生命不是由肉体的生死掌权的，是由你的德性去掌权的。人要用德性去掌握你的权利，叫德性主权，对吧？这个概括非常的精辟了，精辟。这是这个苏格拉底他说的。好，我们现在然后再来说一说苏格拉底他的一个推论法。我们讲了苏格拉底这个最厉害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先来讲德性即知识。这个德性即知识，哎呀，越品味越觉得有味道。什么叫做德性即知识？我们从最简单的层面，我以前先讲过多次的，就是一个人要统一，拥有更高知识的人就应该拥有更高的道德。苏格拉底说，一个人是不可能干坏事的，一个人是不可能伤害自己的。为什么不可能干坏事？就是因为人是有德性的。那人为什么又会现实当中确实很多人会干坏事？苏格拉底说，现实生活当中许多人干坏事的原因是他无知，他没有掌握知识，他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会导致错误的选择。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游戏服人，他说他要捆绑他的父亲，要起诉他的父亲，他的原则是什么呢？我有一种德性的支撑，因为这些神宙斯还有克罗诺斯这些神不也因为自己的父亲犯错误把自己的父亲捆起来吗？神都这样做，所以人也应该这样做，所以我起诉我的父亲是正当的。但是苏格拉底通过推论说不正当。第一，
神是因为这个东西是神圣的才去喜欢他，还是因为他喜欢他，他在神圣的，我们刚才讲过的。第二，神是不是对神圣是不是有一致的意见？你说重视这些好的，他们是因为自己父亲犯错误把自己父亲捆起来了，但是你如果相信这个神话是真的，你就都相信奥林匹亚山上的众神之间经常为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公正，什么是勇敢争论不休，说明神对什么东西是神圣是虔诚，他们的意见是不一致的。所以说当宙斯他们认为起诉自己的父亲是虔诚的时候，一定还有别的神认为你起诉自己的父亲是不虔诚的。那换言之，你这个逻辑是有矛盾的，换言之你的前提是相互矛盾的，你就必须做出选择，哪一个是正确的，是吧？这就是说德性是知识，就是说德性要接受，你认识的越多你就会越有道德，是吧？我们的不道德是因为我们对那个事情认识不清楚，而且人有更高知识会有更高的道德，这在苏格拉底时代是一个不需要辩论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在今天当然是，今天为什么现代理性我们认为拥有更高知识的人不一定有更高的道德，因为这个知识是外在于你自己的生命的，这种知识是苏格拉底批判的智者的知识，我们今天的人所掌握的都是智者意义上的知识。苏格拉底说这种知识好，有它的作用，但是它不能解决人生的根本的问题。苏格拉底不是不能像自然哲学家一样去研究天上地下的学问，而是说他说我了解到月亮围着地球转，我了解多了解几颗星星对我改善我的幸福生活没任何意见。我的家庭生活，我今天跟我的老公老婆吵架了，我们俩怎么改善幸福生活，这个是道德问题，是哲学问题，这不是自然科学问题，是吧？所以苏格拉底说你研究那个东西对你促进你的改善你的美好生活没有多大的意义。所以苏格拉底所说的知识是这样的知识，是吧？所以他说勇敢节制正义，说到底这些东西是一种知识，你拥有这些知识你就有更高的道德。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些人往往是知识分子更不道德更可怕，因为知识和道德分裂了，对吧？这是他讲知识即德性的第一层意思。对我的一种启发就是我们要回归古典，你相信什么你研究什么你要活出这个东西，是吧？你不能把研究东西作为与你无关的，作为你谋生的一个工具。今天的大学学院派的这些人不都是这样吗？上下四十上课的时候我的科研成果都是为了评教授这些东西的，他就不知道我的科研成果其实是为了塑造我自己的生命。有几个学者是带着塑造生命的目的去研究学问呢？不是的，大部分研究学问是为了评职称嘛，是吧？为了评奖嘛，是这个意义上的。所以说德性即知识对我们今天真的太有启发了。第二，德性即知识的意思是什么？道德本身它不是教条，道德需要经过理性和知识的拷问和检验，很了不起。我们刚才所说的苏格拉底为什么不逃走？好的啊，你不能说你克里同说你要做一个正当的勇敢的人，好，那我就逃走吧。错，你得等一下，打住，我得问一问这个逃跑到底它正当在哪里，我要经过理性的一种拷问，对吧？所以德性即知识就是要用理性来拷问这个道德，经过了这样的一种反思审查过后的一种选择，发现道德上大体更加的一致性更加的可靠，我才去选择这种有道德的生活。所以道德也不是盲目的，苏格拉底的道德和别人的道德，古希腊的一般民众的道德最大的差别，一般人道德认为所谓的道德就是因为宗教因为国家因为传统因为习俗要求我们这样做，要求我们不得杀人不得撒谎，所以我们才能够要这样做。苏格拉底说错，我之所以认为不得杀人不得撒谎，是因为我通过自己的内在的省察反思理性的思辨认为杀人是不对的，我才选择不去杀人，知道吧？这就是他的一个差别，德性及知识也是的。第三，德性即知识我觉得也是我这两天备课我琢磨出来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德性即知识可以自然而然的让你
去追求一种更高尚的一种生活。大家记住，我以前爱举的一个例子，在一个人没有基本的德性的时候，或者没有相关的一些知识的时候，他要克服自己的一些恶习很难，比如说抽烟和喝酒。我以前是特别，我一天要抽两包烟，大家不相信吧？我喝酒，我每周都要喝，而且我每周喝酒，我一定要喝高兴。我经常跟在今天有也有来我的学生的是吧？我一定要喝高兴，而且我戒过几十次酒，从来戒不了的，不可能戒嘛。因为你没有看到更高的德性、更高的知识，你没有想象更美好的生活，你怎么戒啊？你靠自己的力量，德性即知识，知识即力量，德性也即力量。德性的力量反映在哪里？不是说是灵魂的交战。其实对于苏格拉底这样的人，他不需要交战，对吧？我们刚才讲那个阿尔西比亚德，这个追求苏格拉底的这个同性恋者，一般都是老人去追求年轻人，但是阿尔西比亚德这个城邦最漂亮的美男子去追求苏格拉底，在集市上去追求他，然后又跑到体育场去追求他，两个人裸体锻炼，苏格拉底教他怎么要锻炼，还是坐怀不安。最后呢，喝酒的时候又追求他，最后把这些喝酒的人都支走了，他们俩终于可以同床共枕，盖一条毛毯。但是那天晚上一夜平安无事，苏格拉底继续充当导师的角色。哎呀，阿尔西比亚德对他简直是又爱又充满抱怨啊，是吧？为什么充满抱怨呢？当然了，你没满足我的欲望嘛，是吧？但是又爱，觉得恰好是因为你能够这样的节制，才让我更加的尊重你、敬佩你，是吧？那在古希腊，我刚才说了，苏格拉底有很多男性情人，是因为他认为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爱情才是最伟大的爱情。因为理性之间，理性是残缺的，理性是非理性的，而男人是两个理性的生物之间发生的爱情，当然是完美的爱情啊，是吧？所以他们之间，所以在古希腊，他们这个同性恋实践既是爱情，也是教育。你们想，苏格拉底在克服这些东西的时候，肉欲也好，喝酒他从来不醉也好，他是不是很痛苦？其实他不痛苦，因为他有更美好的东西。我后面我再给大家重复分享，我后面为什么戒酒了？因为我信上帝了嘛，对吧？有一次大醉以后，我说第二天我再也不喝酒了，我给上帝发誓。哎，后面我真是不想喝酒了，最重要的是我不想喝酒了，就是别人把茅台什么摆在面前，我没有诱惑了，知道吗？为什么？以前我去买什么10块钱的二锅头，我都是特别的有诱惑的。今天哎，茅台在北京，我没诱惑，为什么？我真不想喝，我觉得有更美好的东西，是吧？就是知识引导你的德性，就你看到更美好的东西，你相信更广阔的东西后，你对那些低级趣味，你觉得那些低级趣味太短暂了，太空虚了，太糟蹋人了。是吧？德性即知识，所以你看《理想国》里面，它有一些矛盾的地方，就是说，人的理性的部分和人的欲望的部分，就像一个驾驶，理性代表一个马车夫，他驾驶两匹马，是吧？一匹马是烈马，一匹马是一个温顺的马，对于烈马就只能拿着鞭子去抽，就代表一个理性和欲望的一个交战。其实，如果你按照苏格拉底的德性即知识的观点，没有这样的交战的，不需要这样的交战嘛，是吧？我自然而然就无缝对接，就觉得哎呀，我已经自然而然就看不上所谓的喜新厌旧，我就看不起我以前的情人了，我今天有新的更美的情人了嘛，就这个意思，对吧？所以它是使你的欲望专注于不同的东西，以前你专注于肉欲，专注于金钱，专注于权力，今天你专注于智慧本身。没有什么样的快乐比智慧带给你的快乐更快乐的事情，是吧？好，这是苏格拉底。好，最后既然我们是讲苏格拉底的这个理性主义的一个代表，那我们还是要说苏格拉底他的理性的一些小方法，他的诘问法，就怎么去质问反驳对方，他怎么证明我们是无知的。我就简单说三个，第一个是叫做那个道德信念的不一致，第二个是定义上的无知，第三个是道德原则和道德感知的一个关系。这都很简单，这信念的不一致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一种道德推理是一个链条，比如说是所有人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会死，你会发现你的道德信念之间是一个链条的，
那你通过链条你就会看到你的这个推理是不是不符合链条，就是荒唐的嘛，是吧？比如说我们今天就是道德问题和这个别的领域的问题不一样，别的领域问题我拷问它的真假，比如说克林顿或者林肯这个人存不存在，我可以查百科全书查史书，事实上他是存在的就 OK 了，他的这个定就他的这个命题和现实之间有对应关系。但是对于道德问题来说，比如说杀人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杀人是不道德的，这个命题你怎么去找现实对应，你只能从逻辑上去看它是不是一致的，是吧？所以道德的信念就是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去寻找逻辑命题之间的一种一致性，然后又通过这种命题的一种一致性去反推这个命题是不是荒唐的，对吧？比如说我们当我们看到哎，一个人可以说谎，一个人有时候又不能说谎，苏格拉底是一个美德的人，苏格拉底又是一个邪恶的人，当我们说这种互相矛盾的命题的时候，你一定要排除其中一个命题是有问题的。所以说道德信念道德的辩论是为了促使你道德信念的一个一致性，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一些道德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以为我们所持守的这些信念都是恰当的。就像我们刚才举的尤西弗能，他是一个大祭司，祭司我们知道是关心祭祀神的事物，按理说他对于什么事情最虔诚，他说了几十遍他最了解的。在美洛篇当中，苏格拉底和美洛这个人辩论什么是美德，美洛也说我一辈子我谈了几十年的美德啊，我还不知道什么是美德吗？结果苏格拉底通过这样的一种诘问告诉他，你这个美德是有问题的。就像刚才说什么是神圣，你都不知道，你的神圣观念都是矛盾的。那当这种矛盾的时候，你就必须选择一点，要么神对于什么是神圣有一致的看法，要么没有一致的看法，你必须要选择。这个选择主权是交给这个你要做道德行动的人，别人也不能替你做出答案。但这个选择实际上就是驱除道德信念的不一致的一个过程。所以说道德，苏格拉底为什么说我不是在败坏青年，是吧？是因为我是在帮助青年，我帮你们把这些错误的信念给他踢走，你就会持守更准确的信念嘛，是吧？第二个是，这就是所以人的无知很多时候就是对自己的信念是无知的，你以为你知道。那天我记得在我们的会员群我也提到这个问题，是吧？我们都以为我们是最了解自己的思想意志情感，最了解我们自己最需要什么的。如果有这样自信的人，请你读读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是专门是剥这样的人的皮的。苏格拉底跟每个人辩论都告诉你，你以为你需要什么，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你需要什么，是吧？这是苏格拉底，他就干这个事儿。因为你的信念有很多的误解，这是叫做信念不一致的无知。人的无知经常会因为这样的无知。还有第二种无知是定义的无知。我们知道所谓的定义就是有专名有通名，所谓的专名就是这个杯子这是一个杯子，或者我叫陈红果，这个世界上你就知道有唯一独一无二的这个人就叫陈红果，没问题，这个不会引起太多误会。误会的是通名，所谓的通名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书，我们可以说是历史书，是小说，是文学，是科学书，书有硬皮书，有软皮书，有电子书，各种各样的书。好，我们每个人可能不需要定都知道书是什么，但是你说书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它是有作者，它是有装订。当你说有作者的时候，或者它是有页码，你可能这个定义要么太宽泛，要么太狭窄。比如说当你说有页码的时候，也许它是太狭窄的，是吧？因为报纸它也有页码，但报纸不是书，对吧？当你说书有作者的时候，可能也会太宽泛或者太狭窄，因为有作者的东西不一定都是书啊，对吧？所以说我们的定义都会有这些问题，定义的问题怎么去解决？那苏格拉底他尤其是在道德问题上，什么是公正，什么是勇敢，他经常他与人辩论，比如说他问一个战士，那个战士叫什么，拉凯斯还是什么，这个在雅典城嘛是个著名的战士，苏格拉底问这个战士什么叫勇敢，这个战士以为自己，他说勇敢就是坚守岗位，在战场上勇敢杀敌，这就是勇敢。结果苏格拉底又利用他的这个诘问法证明勇敢其实不是这样的，你说坚守岗位你这个定义太窄了，
是吧？因为有时候不坚守岗位恰好才是勇敢的。当你这个岗位是错的时候，比如说纳粹让你去杀人，你不坚守岗位的时候，说不定你才勇敢，对不对？好，后面他没办法就调整自己定义，他说所谓的这个勇敢就是指灵魂的忍耐。诶，那苏格拉底说你又错了，有些忍耐也是愚蠢的，对吧？然后又给他这就反复的在纠正他的这个定义，是吧？所以说我们在讲这样的一个定义的时候，我们其实尤其对于这个通灵来说，我们会有很多的定义上的无知。而辩论的目的是什么？通过定义，反复的定义，我们尽管不可能达到苏格拉底自己他对于什么是神圣，什么是虔诚，什么是善，他也不知道，包括为什么逃走是正当的，他也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但是至少他通过自己的内在的省察，知道他的理由比克利同提出来的理由更加的充分。如果你克利同能提出更充分的理由证明逃跑比不逃跑更正当，那我苏格拉底可以追随你，是吧？所以说最重要的是你这个定义要准确。苏格拉底说没有永恒的，因为人是无知的，但是没有真正的人能掌握的智慧，但是向智慧靠拢是必要的。就像举一个例子，就像一个足球联赛，我们不能任何一个强队都不能，皇马也巴萨都不能说我一个赛季的50场比赛我要全胜，不可能。但是你不能说他有这样的期待是没意义的，当然是有意义的，有这样的期待可能就能够使他夺得冠军，很简单，是吧？就是追求智慧本身是有意义的，追求定义的完美也是有意义的，尤其是在道德问题上的定义，定义越精确也容易，越容易让我们少犯一些错误，少犯一些错误，这是定义上的一个无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问题就是道德原则和道德感知，这个问题也值得特别辩论。我今天再给大家说苏格拉底这个智慧的大脑，几千年前现在想这些问题。什么叫做道德？就是在做有学心理学的，我以前讲过心理学。什么叫做感知？就是人的这种感官知觉其实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一个接收信息的一个过程，感官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它是有主动的选择和选取，而这种感官的主动的一个选择和接受什么信息不接受什么信息，是以你的一种知识、传统习惯、信念、经验，以你的立场、以你的价值观，与这些东西有关的。正因为与这些东西有关，所以才说感官它从来不是完全的被动的接受外界事物的刺激的，否则的话所有的感官都是静止，都是一样的。就像我们说一个体操比赛，我们这些不懂的人看奥运会体操比赛，哎呀太精彩，都是10分，为什么裁判打才5分呢？就是因为裁判比我们看到的东西更多，裁判的知识训练他的经验，让我们这些没有对体操的知识训练没有经验的人，我们就看不出裁判看到的那么多东西，他的感官就比我们更准确，知道吧？所以说有时候道德的原则和道德的感知是不一样的，原则上正确，感知不一定正确。但是感知呢需要有原则的指导，原则相当于一个道德的一个概念。为什么苏格拉底说定义的重要性？你比如说你带着一个1岁的小孩去花园里面看牵牛花，看这个菊花，那么你是有菊花的概念的，你知道菊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一到花园你一看，哦，这是菊花。但是在对于小孩来说，他只知道红的白的，他就分辨不出来了。那你看到的东西更细致，就比小孩就更多，因为你有什么是菊花的概念。但这个概念有时候会发生错误，比如说你虽然有菊花的概念，但是你以为菊花是一年四季都开放的，那你就错误了，是吧？所以说，但是如果你知道菊花只是在秋天开放，所以当有一天你好久你在房间里面写作熬更，就是起早贪黑，有一天你突然打开窗户看见菊花开到，哎呀你说哦，秋天来到了，诶，这样的一种感知，然后再借助你之前的一种什么呢概念，就能够形成你对于事物环境的一个判断，用在道德领域这就是道德判断。所以说这样的辩驳是非常有价值的。其次，道德原则，什么是道德原则？比如说不得杀人，不得偷盗，不得抢劫，不得欺骗人，
要信守承诺，这些是基本的道德原则，但是道德原则和道德感知之间有落差。人与人之间或者人类之间很多的道德争论，其实不是道德原则的争论，而是道德感知的争论。因为大家对什么行为可以纳入这样的道德范畴，感知是不一样的。我举刚才的例子，比如说克利同和苏格拉底都同时认同一个道德原则，就是人应该做正当且勇敢的事情。但是对于他逃跑这个行为是不是正当，是不是勇敢，苏格拉底和克里同的感知不一样。苏格拉底感知到这种逃跑的行为是正当的，而克里同感知到这种逃跑的行为是不正当的，这就是差别。我再举一个例子，堕胎。我围绕着是否要堕胎这个争论太强烈了，整个社会为此撕裂。那么无论是支持堕胎的人还是反对堕胎的人，其实他们的道德原则是一样的。什么原则？不得谋杀人，不得谋杀无辜的生命，这是个道德原则。但是道德感知不一样，对于堕胎的人就认为婴儿，杀死婴儿是一个谋杀的行为，但对于这个认为堕胎是合法的人就认为婴儿不是人，道德感知他就认为堕胎不应该算作谋杀。这就是，所以人类的很多的争论并不是道德原则的争论，而是道德感知的争论。比如说一个盗窃，是吧，那我们都知道偷盗不对，但什么东西是偷盗啊？这个感知不一样，是吧，你要把邻居家破门而入把他的钱拿出来，哦，我们才说我们会把这样的破门而入把钱拿出来的行为感知为一个偷盗的行为，是吧。这是苏格拉底，我觉得我今天就由于时间关系，我介绍的关于他的这个思辨，他的诘问法，是吧，他对什么是无知的一种道德的一种辩论，真的是一个对我们理性的一种训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工具。在苏格拉底的时候他已经对此用到了极致，是用到了极致。那我现在说一些苏格拉底是不是诡辩法。我们都读过苏格拉底著作的人，如果你受过现代的传统的逻辑学训练的，是确实会发现苏格拉底的很多的辩论还是有偷换概念，有诡辩这样的一种成分。因为智者派最喜欢诡辩，智者派里面说把弱的事物说成是强的事物，最典型的一个诡辩是什么？比如说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芝诺，就是我们一般人信服的这个真理，就是运动是实在的，但是芝诺就开始要诡辩了，说运动不是实在的，运动是虚幻的。为什么运动是虚幻的？它的诡辩的逻辑是什么？任意两个点之间都有无数的点，是无限的，而你从这个点跨过那个点等于你要跨过无限，而人要跨过无限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运动是虚幻的，这显然是诡辩的哈。第二个，物体是存在的或者没有物体是存在的。那么高尔基亚，苏格拉底 有一篇对话叫高尔基亚篇，高尔基亚也是个智者，他就认为无物存在，没有物体是存在的。为什么？他的辩论是什么？他说不存在的东西和存在的东西都存在，那么在存在这个点上，不存在和存在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存在是不存在。那么既然存在和不存在是同一的，那么所以说不能有这个物体和那个物体的差别，因此没有物体是存在的。他这个推论很有意思啊，这个但是智者派的观点是值得我们去认真对待的。智者派代表了当时雅典繁荣时期各种各样的思潮，哲学的思潮。但是我想说苏格拉底他不是个相对主义，他所有的这些辩论也许可以在事后，我们事后诸葛亮，我们旁观者都可以找出他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是你如果身处在和苏格拉底对话的环境，一能一无能对话的环境，你会发现苏格拉底最大的价值不是说他在某一个环节的推理问题，而是说他不断的在省察自己，他的每一轮对话他都在改进自己的一种对话，使自己的对话在道德信念上的不一致变得更少，对定义的模糊性变得更少，所以他这样的选择在道德上才是大体上是更为可靠的。所以苏格拉底他也许是主观的，因为道德是主观的一种感知，但他不是道德的相对主义，他是相信我们要接近某种客观的
伪善的东西。他之所以反对智者派，他对智者派最深恶痛绝的一个地方在哪里，就是因为这些智者派就认为，你看我可以把，哎，你说运动是存在的，我可以说运动是不存在的，你说有真善美，我就可以说没有真善美。所以说智者派传授的知识都是说怎么说都可以，我们就要修辞，那这个世界没有原则，我们只需要说服，只需要修辞就够了，我们只需要能言善辩，这是一种记忆，这种记忆是败坏人心的。这种记忆当你洋洋自得，你取得人生当中的一场又一场的这种胜利获利的同时，你已经离人本身应该怎么去活着越渐行渐远，你越来越丧失了关注这些最重大最根本的问题的能力，你越来越不去坚守对于人类文明来说最重要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和是非的判断。斯科纳里认为这是最重大的，对中国今天仍然有回应。中国今天我觉得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原则，我们都是机会主义者，都是投机主义者，对不对，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苏格拉底的教训振聋发聩，太深刻了。好，我说了那么多，最后我今天要讲的，我们是要向苏格拉底致敬，也要向他告别。苏格拉底对自己有三个鄙夷，流氓的鄙夷，这个我讲阿伦特也讲过。第二个是助产士的鄙夷，助产士的鄙夷说我不是当老师的人，是吧，我是帮助大家省察自己，认识自己。同时苏格拉底还有一个鄙夷，在美洛篇里面说是叫电鳗的鄙夷，电鳗是一种鳗鱼，你被它触摸以后你会麻，像触电一样的。那么美洛在跟苏格拉底辩论什么是德性的时候，美洛这个人认为，哎呀，我讲了几十年的德性，我还怕你苏格拉底吧，结果没想到他觉得苏格拉底像电鳗的鳗鱼一样，让他麻木了，让他对以前他自以为非常清楚的什么叫做德性变得困惑不解。这是思想的重要的意义啊！我们的所有的思考就是需要有被触点的感觉，需要在某一个时刻某一个点上突然要怀疑我们以前认为正确的那些东西其实是有问题的，然后我们再来做新的选择，也许新的选择也许更好也许更坏，但是不思考不去选择永远是最差的一个结果。这是思考的一个重要性，没有这样的思考你怎么去做出有价值的判断，是吧，这也是苏格拉底的提示。所以我们今天要思考就是什么，我认为苏格拉底他对于我们今天，他因为把哲学和生命合二为一的，他能够做到，但是即便如此他对于什么是死亡他还是有一些在我们今天看来无知的困惑的一些认识，再加上他自己的一种骄傲自大，他确实可以非常骄傲。你会发现我相信我给大家讲完苏格拉底，你会发现他的确是个很骄傲的人，他也许也是因为这样的骄傲而死的，对吧。那所以我想说苏格拉底对我们的今天也许是一种激励，但是不一定是一个真正的安慰，对吧。知无知的精神要有基底，也要有更深层次的灵魂共同体的安慰，我们继续去开辟这样的未来。那么我们说苏格拉底，也曾经有研究苏格拉底的人说，假如苏格拉底在45岁的时候，因为他基本上在45岁之前默默无闻，或者只是一个小丑般的存在，假如苏格拉底在45岁之前就死了，那么我们今天留下了苏格拉底的形象可能就仅仅是阿里斯托芬的云里面的苏格拉底的形象了。那我们还要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去追问，我追问这几点，就是假如大家一块想，假如苏格拉底死了，就过早的就去世，假如我们失去了苏格拉底，我们今天会失去什么，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我说了十条吧，我逐一念一下哈。第一，如果我们失去了苏格拉底，或者如果苏格拉底没有成为苏格拉底，首先我们会失去一个非暴力不合作的公民不服从的楷模，这个可以吧，是吧。我们知道公民不服从的楷模直到今天在激励着人类文明的另外一个高度一个标杆，我们首先会失去公民不服从的楷模。第二，假如没有苏格拉底，我们将失去作为自由社会之象征的流氓，任何一个自由社会都需要有一些你不喜欢的人，你讨厌的人，
他们在激活你，在促进你。第三，如果没有苏格拉底，我们将会失去苏格拉底的那种对话的诘问的方式，我们的理性也会黯淡无光。这种诘问的方式在开启我们的思维，启迪我们的智慧，实在是重要的工具，像一把钥匙一样。第四，如果是没有苏格拉底，我们将失去一位以灵魂助产士为角色的教义的一种思路和理想。这个思路和理想在今天我认为是特别的重要。我们今天对教义的理解太偏狭了，我们以为教义是灵魂的工程师，我们以为教义是神圣的实业，我们以为教义是自上而下的启蒙。但苏格拉底告诉我，他不是老师，他不过是个催生婆而已，他是个灵魂的助产士，他在帮助别人，别人可以完全跟他不一样，他随时准备着跟别人走，只要别人能够说服他。教育是一个助产士，是平等的，自下而上的，是师生之间共同平等的一个学习和求索的一个过程。这样的教育理想我们需要去恢复。第五，如果失去苏格拉底，我们会失去哲学。在苏格拉底之前，我们讲松爷爷给大家讲哲学史，苏格拉底之前有开始有哲学，泰勒斯啊，德莫克利特啊等等人，他们对世界的本源有很多认识，但是严格说来那还不叫哲学，那是人类对世界的朴素的一些认识。哲学是经过需要苏格拉底这样的一种辩论思辨的，围绕一些最根本的问题，长篇的对话就起源于对话。没有这种对话，你仅仅是一些教条式的结论，那不叫哲学。苏格拉底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哲学，如果没有苏格拉底，也不可能有以后哲学的发展。比如说没有以后，很多人以苏格拉底为敌人，不断去丰富哲学本身。苏格拉底最大的敌人是谁？是尼采。尼采说，我是最懂苏格拉底的人，我是最与苏格拉底亲近的人，所以我这一辈子要跟苏格拉底不断的搏斗。这是尼采说的话。所以尼采说苏格拉底是个贱人，苏格拉底是个病人。苏格拉底他贱就贱在他用知识和理性这样的软弱的东西，这样的辩证法，然后试图树立一个伟大的形象，他是软弱的，是吧？靠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是对人类的知识和理性是盲目的，是乐观的。尼采说他错了，尼采一生当中只有两个敌手，一个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一个就是耶稣和基督教传统。他一生要颠覆的就是这样的，当然他当然不可能颠覆了，否则他就不会发疯了，是吧？但是没有尼采，我们这个哲学怎么办？尼采从哪里来的？苏格拉底的产儿。没有苏格拉底就没有哲学，所以第五，如果失去苏格拉底，我们会失去哲学。第六，如果失去苏格拉底，我们将失去一种醒察的人生，或者幸福的人生。人不醒察自己，你就不可能超越自己的边界，你一辈子就活在那个狭窄的井底之蛙的世界里面，你怎么会幸福？所以第六，没有苏格拉底，我们会失去一种醒察的人生。第七，没有苏格拉底，我们会失去一种灵魂的圣徒般的不受伤害的人格。苏格拉底说的话对我有深刻的影响，我也专门为苏格拉底这话写过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题目叫做好人不会受伤害。这话其实是苏格拉底说的。苏格拉底他是在什么意义上说好人不会受伤害？苏格拉底说，对人最大的伤害就是你灵魂的败坏。如果你灵魂坚持了统一，哪怕死亡也不可能伤害你，死亡只会成全你，成就你。正是苏格拉底说，苏格拉底之所以说人不可能做对自己犯错误的坏事情，好人不会受伤害，人宁愿冤枉自己也不要冤枉别人，都是他这样的一种伦理一致的道德的一种生命的一个表达，生命的一种展现。所以当最后苏格拉底在申辩篇说，你们这些雅典的公民同胞们啊，你们以为我在为我自己申辩吗？我其实是在为你们申辩啊，我自己不需要申辩，我自己很幸福。首先你们判处我死刑是错误的，
其次，我自己对死亡本身就是无所谓的，所以你们判处我死刑没有任何价值，你们对我没任何伤害啊。我关心的是你们，你们这个民主社会里面，你们都关心自己的衣食住行，关心的那些蝇营狗苟的东西，你们忘记的应该关注灵魂之事，应该关心灵魂的完善完美。所以苏格拉底告诉我们可以这样选择。第八，如果没有苏格拉底，我们将失去一位理性的典范，这个是社会世界文明会失去一半的光芒，另一半是耶稣。在富兰克林，美国著名的科学家、发明家和宪政的国父，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为自己的一生确立的目标就是效法两个人，一个是苏格拉底，一个是耶稣。没有苏格拉底，我们会失去。苏格拉底已经把理性发展到极致了，后面所有对理性的辩驳思辨不可能超过苏格拉底，对不对？他就是理性的化身。如果失去苏格拉底，第八当然会失去。第九，如果失去苏格拉底，我们将失去自由、尊严和独特性。世界，苏格拉底在那样的一个雅典城邦的时代彰显了自己独特的个性，别人可能认为他在装疯卖傻，他在会走极端，他会标新立异。标新立异又怎么样呢？人嘛，就是应该标新立异嘛，就应该活出个性嘛。苏格拉底就因为这样的东西，不仅他自己精彩，让整个雅典、整个希腊变得更加的精彩。这是第九。第十，最后一个，如果没有苏格拉底，我们将失去知无知。谢谢。就是那个古典社会当然有咱们就好多需要就学习的地方，对吧？但是现代社会也有它的一个长处，那就比如咱们说一个基本问题啊，对刚说的自由问题，古典的自由是有缺陷的，那它的自由是作为公民的自由，它没有人权这个东西，是吧？就这是一个很大的，就比如作为公民你可以就说这话就说那话，对吧？他可以尊重你，但是你没有个人的，就比如是咱们假设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如果是那个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如果在存在的话，那么苏格拉底是不至于就被这个就被处死的，是吧？就所以说我觉得独立宣言的就那段话，我们每个人就以下定理是不言而喻的，每个人被赋予了平等的追求生存自由和幸福的，对吧？我觉得是古典社会再把这东西再加上的话，就应该是就是人类的一个更完满的一个形态。就所以说我觉得是古典社会很好，但是把它抬得太高的话，可能就现代社会也有它的问题，但是也是解决了人类的一些问题，是吧？我觉得两个视角咋样结合，不带偏见的把两个能结合起来，就可能是人类更美好的一个未来，是吧？好，谢谢。你这个当然是一个还有什么就另外一个，就你说的那个就关于理性，就中间是引用那个谁，就是那个什么尤西弗伦，那个尤西弗伦的，那就当时关于那个宗教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东西，因为它是本身它存在是合理的，对吧？就所以说是上帝就是那个神喜欢他才变得好，还是他本身就是好的？对，对吧？这个我想问一下，因为你今天大谈了那个理性，是吧？但是我知道那个。你是有信仰的，那这个理性呢，从信仰的角度来看，这个理性存在一些哪些问题，就是咋样让理性，信仰能不能让理性变得更好，还是两个东西是非要选择其一？好的，那个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吧。第二个简要说，就我们一直在说理性，最大的理性就是知道理性是有极限的，这就是理性嘛。所以松怡老师说理性的尽头是虚无，那我要说理性的尽头就是新生命的开端，就是你的信仰。信仰和理性从来不是矛盾的，不是矛盾。你看过那个，包括康德也是这个观念嘛，是吧？康德也是从苏格拉底这里来的，就是对于那样的这个彼岸的世界，对吧？和此岸的世界，它有一个区分。它的这个理性的边界在哪里，它其实是有自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分野的。当然他是把这个问题闲置起来不讨论，
但是呢恰好也说明理性本身只能讨论理性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在就是靠一种什么的理性的一种自觉，靠一种自律，靠这样的一种东西绝对的立定来行动。所以这康德这也是我今天因为时间也没漏，其实我是备课是把这康德加进去的，我后面专门有一节是专门讲就是尼采啊、克尔、凯郭尔啊、康德、黑格尔等人对苏格拉底的评价，因为时间关系就没办法说了啊。但总之就是理性和信仰其实并不矛盾，是吧？我们从科学史的发展来说，为什么那么多的虔诚的科学家，这些一流的科学家，他们也是虔诚的一个信徒，这个是所以不矛盾的。真正的信仰者也从来不是反智主义者，也不是这样的。包括我是自由主义者，我是推崇科学理性的价值的，这个是一点问题没有啊。第一个问题我想回应一下，就是你说的那个比如说古代人的自由、现代人的自由啊，等等古典时代的这个，其实当时那个斯东那本书啊，后面那个北大那个将士公他专门写过一个书评，但那时候的将士公还是比较正常的将士公的哈，他写的那个书评里面就专门评过，就他就是应用共思荡这些的古代人、现代人自由去评价苏格拉底为什么会死，说古代人的自由其实主要是一个积极的集体的一种自由，而现代人自由包括在洛克意义上的在独立宣言意义上的就消极自由，就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我们的生命自由财产是公权力是不得去来侵犯的，这里面有一个边界，在这个边界内就消极自由，但古代人的自由应该是积极自由，他更强调的是个公民的政治权利和参与权，在这个维度上的其实在我看来当然是要结合我们我这里面讲的古希腊，我们对古希腊的那个自由其实还是有一种误解，就是我觉得这样的评价有点超越脱离语境了，脱离语境了，就是你衡量一个民主或者自由发达的程度，你一定要结合当事人所处的环境。我以前讲雅典的民主也专门提过这方面的，你如果回到雅典那个时代，在周围人类的各个地方都是专制主义的一种时代的时候，你还说啊雅典的公民太少，还有大部分的奴隶、妇女、儿童，因为雅典城邦25万人，可能真正拥有公民权的也就5万人，但你这种评价你就不想多可怕一件事情，在那样的一种时代，一个地区居然有一个公民大会，有5-6万人如此如醉如痴的去投入到城邦事务，表达自己的权利，去发表演讲演说，这个已经太不可能，在今天都不能实现啊！你要想一想，是这样的东西，是吧？那至于说就是人权这个，它当然是我们要尊重这个人权的一个进步，但权利是如何起源的，如何去进步的，它是一代一代人的去累积的，这种累积不仅是行动的结果，我们这样的累积也应该从苏格拉底那里去寻找我们的智慧资源，因为苏格拉底说这种累积也何尝不是苏格拉底所说的人不断的省察自己的结果，只有你不断的省察自己，纠正自己道德上的认知的这个错误，你才能知道啊，奴隶制这些东西是错误的，男女之间应该是平等的。你比如说，我说苏格拉底，他对女性的尊重，大大的超过了今天，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大部分男性，是吧？你想，你们任何一个男性找到苏格拉底的老婆这样的女人，有几个婚姻能幸福？苏格拉底他的婚姻很幸福。对吧，他用这样的观念他当然是个在那种意义上比今天的我们强调这个男女平等的人要更加的懂得尊重理性。苏格拉底尊重理性不仅是体现出他对他的母亲，他对他的妻子，包括他对伯里克利的那个终身伴侣的那种发自肺腑的尊重啊。不得了，在当时雅典都认为女性的理性是不残缺不全的，苏格拉底他能够干这种事情，因为苏格拉底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据说他是现场听了伯里克利的演讲的，就站这个战前的那个烈士墓前的演讲的，这个很不得了，就是所以，而且伯里克利这个演讲和他的这个终身伴侣也有关系的，知道吧？有甚至有些时候他这个演讲稿就是他那个终身伴侣所写的，而且在会影片里面我们知道最后他们开头是一段辩论嘛，就围绕什么是爱情，
是吧？一个球切开，然后就会要结合，爱情就寻找自己被分离的另外一半嘛。然后呢，大家对爱的意义都有，最后是谁达到高潮的？是叫一个女性，叫什么提乌什么什么提乌什么的，我一下记不清。那个女性是苏格拉底把她引出来，她对爱的阐释，什么是爱？爱是通往最高的真善美的途径，最后是通过这个女性阐释出来的。所以苏格拉底他对女人的这种尊重啊，已经大大超过我们今天的大部分自由主义者。我们这些人以为我们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但是我们在家里很多时候都是专制暴君嘛，是吧？是这个意义上的。所以说，那你怎么去评价？你怎么去评价呢？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不能脱离语境啊，另一方面当然你说的韦陶，因为他是我师弟，现在也是哲学的博士后嘛。他那个韦陶说的还有一点，我觉得对我们有借鉴意义。比如说我在读《理想国》的时候，我也一直给我们的这些朋友们分享，我就说我们读《理想国》千万不要读偏的，读古典，千万不能读成像刘晓峰啊，读那帮人读成五迷三道，读成自己想当哲学王了。不是的，我们读古典要认识到现代缺什么，但是现代什么都缺，就不缺哲学王，是吧？所以你不能读古典，你读成国际想做哲学王了，结果你是一个破铜烂铁，你又不是精致的人，是不是？我们要有一种平等的心态，从容的心态去阅读古典，我们要向往它的高度，向往高度是说我们哪些方面是欠缺的，而不是把以前的缺陷放大。我们就要去做王了，我们就要弘扬啊！以前有奴隶制，奴隶制好，是不是？现在读古典都读成我们都要戏奴了，那显然就读的五迷三道了嘛，读偏了嘛。所以我们读古典是为了回应这个时代，是吧？这个时代包括苏格拉底，我刚才说失去苏格拉底，我们会失去什么？其实都是说我们缺什么，我们需要补什么的。那重要的是，我们并不是读古典，我从来不认为是和我。是不和我们今天秉持的这一套民主、自由、人权的这些价值观根本不冲突，恰好是在丰富这些东西。如果因为真正的西方的这一套东西也是从这来的嘛，是吧？你把源头都弄不清楚，那我们所了解的自由、人权这一套东西不过也就是一些教条，你经不起别人的拷问的。这些左派什么毛主义攻击你就麻烦了，是吧？那这时候你就需要，为什么需要扎根？就是要扎到文明的最高度嘛，就是这个。好，谢谢。嗯。这是一个问题呢，我们问的比较细。第一个问题就是，您说这个苏格拉底他是比较尊重诗人的，但是在他的理想国里面，您说他又把诗人那个隔离出去了。嗯。这就产生一个矛盾。因为我尊重诗人的嘛。我为什么会把我在理想国里面把它读出去呢？我说向那个请教一下啊，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那个苏格拉底他为什么会判死刑？判死刑的时候，您解释了两个重要的原因啊，一个就是他是挑战那些那个智慧的人，然后得罪了很多人，所以说接下来很多仇怨，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就是。有学者就是说您在讲座的时候提到了啊，就是说有研究苏格拉底的这些学者呢，说是那个政治与哲学的冲突，导致他死亡，就说判死刑啊。但是我的疑问就是，这两个解释啊，好像有点乏力。但我有一个解释啊，我是听了你的解释是什么？我是听了你的讲座之后，我后来。我想到了那个古典雅典的很多问题，我就说当时的雅典为什么容不了苏格拉底，一定要判他死刑？其中一个我认为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啊，肯定跟政治有关，但是呢，是叫宗教政治，我认为是叫宗教政治。为什么是叫宗教政治？因为苏格拉底的那个理念，他是追求真理哲学，是追求真理哲学。追求真理，他的理念是推动社会的一个民主，但是他的这种理念呢，我认为啊，就是动摇了当时那个雅典社会的那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就是宗教。因为您在做讲座的时候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因为他借助神，然后来推动他的这种理性。
但是我估计是当时的那些统治者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所以呢，因为它威胁到这个意识形态，因为宗教这种意识形态它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治理，但是它的说到哪里啊，它这个一个大人物这个影响思想影响太大，但是它推动民族的时候，它有意识的破坏了维护社统啊，就是像雅典那个封建社会啊，这种意识形态的问题，好，明白，谢谢，我知道。我就回应一下你的问题哈，第一个就是关于士人问题，当然我觉得也可以好理解。首先你进入上下文，你看你如果今后有时间可以参与我们的理想国读书会，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要逐出士人。他逐出士人并不是说这些士人不好，恰好就是因为这些士人太好了，太好了，太有迷惑性了，所以说对于理性的城邦来说才要给他们逐出去，知道吧？所以人是矛盾的，也许他就爱这些士人，但在政治的层面我又要把它成为，但是呢我自己死了以后我愿意跟什么人在一起，我当然愿意跟这些人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这不矛盾，不矛盾，就是一方面要逐出士人，一方面对士人又发自肺腑的觉得钦佩，这个是可以的，是吧？可以共存的，不矛盾的。第二个，其实你所说的这个，我当时讲苏格拉底背叛死刑的原因其实已经四五个不止，已经在我说的，比如他是一个宗教改革者啊，动员的根基，这些都没问题，就是看你选择哪一个，然后提出更多的理由嘛。重要的是提出理由，因为这个事件就是这个事件，历史的有意思就在这里。同样的事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释，重要的是解释嘛，是吧？我们今天只是说对他这个死被判死刑做出不同的一个解释而已。但是呢，你的回应里面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需要说一下。就当时你说的是，即使他是因为政治的原因得罪了一些当前的既得利益，那是不是这些人能操作这些民族，毕竟是500人的大陪审团哈？这里面恰好也说明当时雅典民主的一个缺陷，这是一个技术上的缺陷。因为雅典的民主，你看他那个公民大会，是一年要开多少次？四五十次哈，对，四五十次，几万人都会一年开四五十次。然后呢，像这种陪审团什么，基本上每天都会有，甚至一天很多场。而且他公民大会里面，你想一开会的时候，但是会议太高效了，几万人的会议，他一天当天的决策、当天的议案、当天全部要表决，全部通过。这个陪审也是这样，他那时候的陪审团和今天不一样。今天比如说我们是12个人的陪审团，不是指中国哈，美国，大家要关在房间里面，要不断的辩论，审议民主啊，相当于是吧？但是那时候陪审团就是控辩双方发完言以后，马上就开始投票表决，是吧？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想，就我前面讲真理和羞耻的关系，那苏格拉底如果他安心要说服陪审团的成员也容易，是吧？以他的这个巧舌如簧，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他不愿意。那对方呢，你看他就可以迎合民众，尤其是这种乌合之众。所以说其实苏格拉底这些人他为什么反对民主啊，就认为民主有可能就是一批就是无知的盲目的人。苏格拉底他提出这个贤人统治的时候，他给他的一个学生说，你不要害怕在这些公民大会上发言，这些人不过就是鞋匠啊、造砖的人啊、富人啊、穷人啊，他们又没有这个训练，你怕什么呢？所以苏格拉底说，我们需要造一艘船的时候，我们会征求这个造船者的意见，我们要建房子，我们会征求建筑师的意见，为什么我们要管理这个国家，我们征求的是这一帮烂人的意见，他是这个意思，知道吧？所以说这也说明确实兵这种法庭我们都可以想象，他不一定说这些人操作，但是呢这种操作就是谁的演讲口才好，稍微弄一下绝对就容易了。像而且苏格拉底更要命的是什么，他就是想死的，真的他就是想死的，所以他是故意，尤其刑罚已经出来了，他故意在挑衅这些人嘛，那这是他自己的一个判断了。所以说我倒觉得他的死亡的原因很多，但是确实上让我们对民主本身雅典的那种直接民主啊也会有些思考，为什么后面到美国这个美国制宪以后民主就改变了，是变成了所谓的共和，所谓的共和在外地性看来就是代议制民主嘛，是吧？那就是要超越那个东西。嗯，好，
但现在的代议民主又会有新的问题，又有很多的民主学家，包括王绍光这样的左派，又觉得还是古希腊民主最好，呵呵，又开始了。所以人就是这思想的市场，它就是这样的啊。怎么好？听到声音好，非常感谢你的分享。然后，今天晚上给我这个触动最大的就是这个您分享的这个德性和知识之间的这个关系，理性之间的关系，让我重新认识了这个理性主义。然后，我想问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说这个道德需要经过理性和知识的拷问，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人的本性里边是向往道德的？那么还有第二点的话就是，更高的这个德性和知识会给人有更好的向往。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得到另外一个结论，就是人的本性里会认为人是可以享受更好的人生的？这个当然只是对人性的看法了。那人性有很多假定，但我相信你问的这个绝对不是说人性善的那种假定的哈。那我想说，比如说每一个人，当然在古希腊，我们先说古希腊的传统，古希腊传统后面对于人性本身，就是后面亚里士多德有一个概括，就是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野兽嘛，所以说人非神非兽，所以人需要过城邦的生活，在城邦里面才能够找到自己的意义。这是当时的一个对人性的看法，在古希腊。那至于说你说人的确就是会有对一个更好的一个道德更美好生活的追求，包括对是非正义与否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如果换在另外一个信仰体系，比如说基督信仰，他就会说有普遍启示有特殊启示。的确人尽管是犯罪堕落了，但是呢普遍启示会对这些每个人的心里，无论你信还是不信，都会播撒下一些普遍的东西，比如说你的良知。那这些良知你从生下来甚至不需要知识，你就能够判断哪些东西是错的是对的，是吧？那这也是一个道德的起源。这道德的起源，这是两种不同起源。还有一种就是宗教的起源也好，是吧？对人性本身假设的起源。还有一种起源，比如说那个犹太人叫德肖维茨，也是美国著名的那个律师，我也写过那本书的书评。他那本书的名字叫《你的权利从哪里来》，对吧？那前面他就说，实际上道德是进化的结果。这我们的权利都是来，这种进化当然是来自于和不公正和邪恶做斗争的经验，这种经验一代一代的累积，导致我们今天认为哪些权利是值得珍贵的。那很显然他的这种解释就和苏格拉底和基督教解释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终极答案的，就看你站在什么样的视角和立场。那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是吧？我们可以过一种在目前所处的生活之下，我们还可以有一点点的奢望，而且还能够实现这一点点小的奢望，我觉得这就是人的意义所在。也不要有太高的东西要拯救什么东西，只要你过得比以前美好一点点，有意义一点，这是可以达到的。苏格拉底其实也没有太高的那种抱负，是吧？他更大的快乐我觉得就是脑子舒服嘛，我痛快嘛，我就觉得整天质问人很痛快。但他这个质问确实他真的他倒不是非要让人难堪，这个倒不是。苏格拉底的确是为了帮助人建造人，所以他一直强调自己从来没有败坏青年，是吧？这个他是真诚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好，谢谢。今天陈老师以向伟大的苏格拉底致敬这样精彩和深刻的课，作为知无知通识读本的第一季的结束课，是极其庄重和富有意义的。那么对苏格拉底呢，经过陈老师今天的讲解，我以为苏格拉底呢既为自己树立了一座丰碑，也为人类文明以后的发展建成了一座灯塔。那么我想呢，我先从这个苏格拉底
作为我们把他定为一个哲学家和思想家对以后人类文明的角度的影响，我谈谈我个人的认识。知乌知呢一直在带领大家学理想国，那么柏拉图呢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我认为苏格拉底自己的经历、思想和最后的被处死，实际上给了理想国最大的思想来源和实证。那么以后的影响，我以为包括笛卡尔的理想主义、理性主义，甚至包括黑格尔的这样一个绝对的理念和辩证法，甚至他知无知的这样一种自我检审、自我反思这种思想，其实给休谟的不可知论，甚至包括刚才陈老师谈到的，我完全同意，对尼采的这种决绝的这种批判和反思，应该说都可以找到他思想的渊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苏格拉底实在是太伟大啊，他几乎对我们从古希腊开始到今天整个的人类思想和文明的发展都给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这是我想谈的第一个认识。第二一点，那么我们今天学苏格拉底，作为我自己来讲，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极其世俗化、势力化的时代里面，我们为什么要向伟大的苏格拉底致敬？那么我就想第二一个谈一谈古希腊的苏格拉底的纯粹。这个因为陈老师要讲苏格拉底，所以我也有意的又重温了一下包括苏格拉底在内的古希腊的这一批先贤哲人们。我就在想，从泰勒斯到毕达哥拉斯，包括到苏格拉底，这一路走过来，我突然发现他们其实最早的时候他们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在自然科学方面的一些智者，但是他们居然把这些数学物理不作为我们今天功利性的工具，而只作为他们探索世界本源的一种证明。特别是苏格拉底后来用自己的节俭赤着脚，刚才陈老师讲到这一点，我又特别想到从苏格拉底延伸出来的这种全儒主义，我才找到了正本清源的东西，那就是古希腊的这一批人能够安于清贫，不忘对真理的探索和捍卫，才使得苏格拉底以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包括以前的这一批古希腊的先贤哲人们，至今对我们今天这样一种世俗最需要我们反省的和检审的，就是古希腊这批哲人他们的纯粹。这批纯粹是最应该值得我们当今的中国去学习、去看齐、去值得我们反思的。所以我从内心当听了陈老师的向伟大的苏格拉底致敬，以及又重温了古希腊这批先贤哲人之后，的确的，我最后想说，真的应该向伟大的苏格拉底致敬，向古希腊先贤哲人致敬，向带领我们读过了47知无知通识经典读本的
陈洪博老师出席。其实洪伟兄刚才的，我觉得他每次的总结都是高度的凝练，能够把最实质的最精华的东西概括出来。比如他说苏格拉底是文明的丰碑，又是今后我们反思和深化文明发展的一个灯塔，已经说到极致了，就是这样的。然后说我们在今天最大的意义如何做一个纯粹的人，对吧，就是还是像罗素说的，真正的文明进步就是要有说这个社会的人都在不计功利成败的去追求知识，追求智慧，追求思想本身。如果大家都有这样的一种纯粹的低调的这种心智，这个社会真的就变得更美好了。好，谢谢大家，我们继续交流，谢谢。好，还有一比九度邪派，他是反对人，包括一些享乐主义，他是反对人的生命是有目的的。